现在第一小米斋排了好久、哦，排了快一个小时的黑糖馒头，而且是比很大的哦。那今天就卖完了，现在是几点？现在是看不到了，十二点半，然后他们是11点半就开卖了。那到底长什么样子呢？我们跟着我继续排队吧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它是一粒28元一颗的馒头，很多人呢一买就买下单，好像是买不起。那几位呢？他买不到，就跟前面的人来抢了。每个人都买一大袋，超多的。快到我了，快到我了，快到我就可以给大家看了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吃过在埔里镇的一个黑糖馒头？快到了，已经是最后一笼的馒头了。这个就是所谓的场外交易，就是买不到的人只能跟前面的人说可不可以卖他一两颗。再等一下咯。再等两个客人，小米就可以拿给大家看到底馒头有多大了。再等老板吧，大家再等一下，耐心等候。已经没有了。所以晚来的人就没有了。一定要早点来等，还买得到。对，这边11点半开卖，如果说保险一点，最好11点就要来排队，因为很多人都是几十个在买。所以 T 小米在等。再等一下就有了，就会看到馒头了。快了快了，老板正在吹馒头，因为这个是刚蒸好的馒头，超热的，它稍微吹凉一点点。太热的话不好拿，而且太热太远，所以还要再等一下下咯。大家再等一下咯。现在呢又有客人来问了，已经卖完了，一定要提早来等才买得到哈、哦。提早是要多少？没有了，没有数，都是没有哦。我们要开始包了。那个、大家如果要来埔里镇的话，以排队为主，而且不能走开哦。那给大家看地址，地址在埔里镇的大成路，这是大成总店的对面。不接受预定哦。全部手工做的馒头出来了，有几个老板有两个都没有了，而且老板人很好耶，当我们在外面排队的时候，他如果我们说有雨伞有阳伞，让我们要不要拿来打，快拿到了，快拿到了，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，没有了。对啊，有人等他啊，等那么久还没回去吗？对啊，等那么久哈。还有李坤达，还有在看吗？刚刚你说没看到馒头，快给你看了。我过来了，谢谢，你不要好哦，紧张哦，妹妹要做很快，我定了，没有看到，紧张。
当啦，嘿，新当嘿，我去上课去，我去啦，这个有包的啦，很重哦，包几个车啦？哇，大家真的要买很多的车，要找朋友来帮忙哦。这位阿姨买超多的。哇，两个两大袋。快到我了，快到我了。今天呢，因为小米是胖朋友嘛，这个我是十五个，好，十五个，这个是登记的，你没有登记的话就没有了。好，来五，你是什么的？还剩五个就可以扔给大家看了。谢谢你们喽！我送你100块了，嘿。对。谢谢，来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啊，辛苦了，等很久啊。干杯！那造成你们耽误了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这么多。先来看一下，真的是比脸大哦。真的超大。哎呀，掉了。真的超级大，有没有比我的脸大？然后来注意一下，超级大。来，有阳光的地方比较亮，比较亮，是不是真的比较大？我比我的脸大哦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鳗头。我看一下，感觉很松软的感觉，来吃看看。它黑糖香很浓，而且是甜甜的，大概是比微甜还要再甜一点点，黑糖香真的很浓。然后它的馒头是那个，就是。软绵里面是有带点嚼劲的，还蛮好吃的。那再来看一下，好，可以吗？就要跟大家讲，要来这边了就要早点来，十一点就要来排队哦，今天就卖完了，好，先讲起咯。拜拜。